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博物馆风波。是霸王龙的化石，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。我们好害怕呀，快跑呀。好，我来啦。哎呦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啊！哎，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哦。麦多多，你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哼！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了！救救我！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站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哎呀呀，博物馆里乱糟糟，走走。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。哎呀呀，所有雕像都倒下。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。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。嘿呦嘿，大大石块吊起来。嘿呦嘿，恐龙化石找一找。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，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了，可是雕像怎么办？看我的魔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大大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。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。我来啦，张开翅膀飞，受伤疼痛别害怕，别害怕，我来啦，发射光波治疗你，我来啦，统统全都消失吧。耶，太棒啦。现在让我们一起帮忙把博物馆变回原来的样子。好的。呼啦啦呼啦啦，恐龙化石放在哪？呼啦啦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。呼啦啦呼啦啦，雕像雕像放在哪？呼啦啦
是一只回来了。美味派对，今天是儿童节，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哟，好期待孩子们的到来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们来了！哇，有好多好吃的！这下可怎么办？食材都用完了。我要蛋糕，我要惊喜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叫指挥中心，亚米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的派对出了一些意外，小朋友们哭不停，也没有食材重新制作美食了。放心吧，你和妮娜陪伴小朋友，运送食材的任务就交给旋风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食材交给我，轰隆轰隆轰隆隆，跨过大桥向前冲，冲啊冲啊冲啊冲，我来啦！我把食材带来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，搅拌搅拌加鸡蛋，美味的蛋糕变出来，搅拌搅拌加水果，酸甜的果酱变出来。披萨咬一口，香香又脆脆，果冻果冻咬一口，滑滑又软软。Yummy yummy yummy， 蛋糕真好吃。Yummy yummy yummy， 派对美食多。跟着音乐大节拍，一起来摇摆，拍手跺脚扭一扭。我们在一起 Happy Happy Happy， 最棒的 Party， 哇哦！最棒的挖掘机要开始工作了！快停下！刚刚是个小意外，
我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想洗个澡再开始工作。嗯，怎么挖不动了？嗯，吼吼，难道是什么宝贝？是张藏宝图。宝藏就藏在海底。海底有宝藏，嘿嘿嘿，那一定是我的。嘿嘿嘿，刚好试试我新发明的暗黑鲨鱼车。大海这么大，靠我自己找宝藏得花一年的时间吧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对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嗨，酷宝，好久不见。贝乐湖，开心湖，你们看，我挖到了藏宝图。哇，恭喜你。可是光靠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宝藏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来吧，开启潜水模式。宝藏宝藏你在哪，我们都来找一找。贝壳、珊瑚和海草，不对不对，找错了。开启雷达滴滴滴，目标目标发现啦。向左向右向前进，宝藏宝藏在这里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开石头和泥沙，用力用力向下挖，宝藏宝藏出现啦。终于找到了。不好，我们的宝藏被抢走了。我去追回来。加速加速轰隆隆，追呀追呀冲冲冲，尾巴肚子撞啊撞，宝藏宝藏回来啦。旋风快跑，我来帮你。追着目标游啊游，发射大王咻咻咻，躲来躲去抓不住，再来一次不放弃。抓到了。鲨鱼鲨鱼有尖牙，咬破大王咔嚓嚓，我们快快想办法，小船小船压住它。我又失败了。是个奖杯。你们看，这写着什么？恭喜你成为勇敢的冒险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奖杯属于勇敢的冒险者。恭喜你，酷宝。不，应该恭喜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冒险者。迷你车大追捕。早上好啊，贝勒湖。嗨，雷克警长，你是来体验升级的吗？没错。快进来吧。是这里吗？嗯，
这次的升级能让你的车身变得更加坚硬。哦，看起来太酷了。雷克警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这是怎么了？我好像按错了。为了火，我怎么变得这么小了？雷克警长，真对不起，这次的升级失败了，三个小时后你才能恢复原样。哥哥，快来，我收到了求救信号。快走。大家发生什么事了？贝老虎，我们的珠宝和金币都不见了。你们有人看见小偷吗？我看见了，是一辆很小很小的汽车，它被钻进下水道。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车呀？嘿嘿，没想到吧，那可是我的新发明迷你车哦。嘿嘿，我要偷走所有的珠宝和金币。哼，又是麦特博士在背后捣鬼，我要让他知道偷盗是多么错误的事情。我今天也是迷你警车，贝勒虎，我还需要一些帮手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！跳跳出租车，吴娜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急速赛车，旋风。超级汽车，出动！我还是第一次变得这么小，感觉好奇妙呀！大家做好准备。开始行动，来吧！下水道里好多路呀，迷你车在哪？你走这边，我走那边，分头找一找。目标出现了，站住你别跑，绕了一圈又一圈，好像迷路了。那儿有个开关，看我的，看看车的车呀，左边右边跳跃，一转车轮，麻烦解决了。雷达滴滴滴滴，车灯闪闪发光，目标在前方，我来抓住它。引擎轰隆轰隆，看我加速加速，车轮快转动，向前冲冲冲，我是最快的旋风。左边右边堵住，没有退路，快发射大王，把目标困住。太好了，我的珠宝全找到了。哈哈，我的金币也都回来了。又一次完美解决了问题。不对，我认为不太完美，你瞧，我们还没变回去呢。我可不想一直当迷你赛车。现在很完美了。大嘴贪吃车。啊，嘟嘟，你买了什么？不能说，不然明天就没有惊喜了。大家怎么都在准备礼物呀？你忘了吗，酷宝？明天是贝勒小镇最有趣的礼物交换日，大家用这种方式表达友谊与感谢，每个人都很期待这一天哦。哦，那你也准备了吗？当然。哇，这也太多了吧！不多不多，
这个给安琪，这个给亚米，还有雷克、高迪、小美。哦，我忘了准备旋风的礼物，我先走啦。再见，我也得好好准备，跟大家交换礼物。交换礼物，嘿嘿，我要把你们的礼物都抢过来。贪吃车，该你登场啦！哈哈。哇，今天可真热闹啊！送给你，乐多多。谢谢，我也有礼物给你哟。葫芦爷爷，谢谢你平时帮我浇花，这是我做的酱萝卜。哈哈，太感谢了。嗨，酷宝，你要和我交换礼物吗？等一下，难道你没准备礼物？嘿嘿，当然准备了，不过要等到天黑哦。哦，听起来很神秘呀。哎，我的礼物！嘿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的礼物！我的酱萝卜！哈哈，他们都是我的啦！哼，好生气呀！肯定又是麦特博士在搞破坏，我们呼叫指挥中心吧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！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一辆奇怪的汽车正在抢大家的礼物。嗯、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雪碧挖掘机酷宝，跳跳车库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有道理呀、啊！没错没错。哇哦，我还是第一次穿鞋。你们看我，嗯、我是不是很美呀？捣蛋的球球车。怎么回事？
哟吼，又打中了，嘿嘿，游戏继续。牛牛啊！不好，大家有危险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现在被一辆奇怪的汽车攻击，它会喷球啊！妮娜，妮娜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快，我需要帮助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亮相出租车，妮娜。铁臂挖掘机，酷宝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小球球，大球球，飞呀飞，弹呀弹，通通通，通通通，大家快躲开。出租车来帮忙，大车来踢呀踢，砰砰砰，砰砰砰，球球全踢开。挖掘机来帮忙，大车子转起来，哐哐哐，哐哐哐，球球全踢开。是我记不住的。你是谁啊？什么嘛，还说自己记性好，一下子就把我忘了。这是哪儿？我是谁？怎么想不起来了？雷克警长竟然忘了自己是谁，这太好笑了！没错，只要被我的病毒芯片打中，汽车们就会失去记忆。继续攻击！飞老虎，公交车班次忘了上班，我们上学要迟到了。垃圾车小美也忘了上班，街道上好脏啊！小火车到底是怎么不认识路了？啊！大家稍等，我们马上调查一下。哦，找到了！原来又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快呼叫安琪，帮大家清除病毒，恢复记忆吧。嗯。超级汽车。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失去了记忆，
不要担心，我来帮助你。一圈一圈飞呀飞呀飞，请你想想你到底是谁。我是无畏的消防车，我叫高迪。哇呜哇呜没灭火，没错，伸出我的长水管，喷呀喷呀喷呀，大火大火熄灭了，太棒了。记忆记忆回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安琪，继续寻找其他的超级汽车吧。嗯，好的。我们是超级汽车，有不同的工作。我是飞天救护车，治疗交给我。请你，请你快想一想，你的工作是什么？请你，请你快想一想，现在该怎么做？我是巴士、公交车，接送乘客很负责。我是妮娜，出租车，所有道路的吉他。我是小美，垃圾车，清扫每一个角落。我是雷克，是警车，发现坏蛋不放过。我们是超级汽车。所有问题都解决了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，真好呀！最强组合，为什么我每次都会输给超级汽车？难道他们有什么秘密武器？我要好好研究一下。哦，警车和挖掘机的战斗力最强。嘿嘿，我有主意了。完成了，没错，它就是警车和挖掘机的合体升级版，无敌汽车王。真是太完美了，不愧是我天才麦特博士的发明，无敌汽车王，去战胜他们吧！雷克警长，我已经帮你升级到最佳状态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好极了，谢谢你佩勒虎。嘿，你们看，开心虎帮我涂了保养液，还是草莓味的。是求救信号，快走！指挥中心，我要投诉雷克警长，他导出发射大王，把城市弄得一团糟。还有挖掘机库宝，他用铲子到处破坏。看他挖的大坑。什么？雷克警长和挖掘机库宝？这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们俩可是一直待在这儿。嗯，快看看监控。原来是麦特博士发明的汽车，他竟然复制了库宝和雷克警长的武器。哼，这个坏蛋就交给我们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铁臂挖掘机，库宝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警车，警车，滴滴呜，滴滴呜，加速追击，冲冲冲，冲冲冲。大意了。
雷克警长，我来帮你。挖掘机呀，哐哐哐，哐哐哐，加速救援，我我我，我要我。我的铲子力气大，举起石头，砰，攻击。哼，看看这招，挥挥铲子，进攻进攻，撞呀撞呀，绝不退后，转转车轮。向前冲，冲啊冲！挖掘机呀，挖石头，挖啊挖！我们是最强组合，并肩战斗。嘿，加油！警车，警车，发射大网！挖掘机呀，不断攻击！警车，警车，绝不放弃！挖掘机呀！为什么我又失败了？哼，你当然会失败。谁让你遇到的是最强组合？危险的兔子车。兔子车干得好，不愧是我最伟大的发明。去把城市搅乱，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！哈哈哈哈！雷克警长，站住，不许跑！我命令你马上停下！你严重扰乱交通秩序。讨厌的超级汽车又要坏我好事，哼，想得美！试试这个。什么？怎么变多了？糟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呼叫指挥中心！啊！是雷克警长，请问你需要支援吗？街上出现了许多兔子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飞天救护车，安琪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哈哈，兔子车搞破坏，快快把它抓起来！哦，警车滴滴呜，一张大网抓住你！抓到了！兔子车一二三，跳上跳下满街跑，消防车最无敌，大大水火砰砰砰！抓中了！受伤了。完成救护。你们别得意，兔子车接着变。兔子车又变多了，大家加快速度。别管，看我的。兔子车，
真奇怪，常常耳朵跑得快。无人机空中飞，发现目标追追追，加油！兔子车鸽子下，藏进花丛不见了。救护车飞得高，轻轻松松全找到。兔子车数量多，跑来跑去还闯祸。这边追那边追，一起追击来包围，全部搞定，合作愉快。讨厌的超级汽车，我还有更厉害的发明，你们等着啊！森林营救行动。好香啊！我宣布，嘟嘟车森林野餐派对现在开始。我着火了！好了，火灭了。什么声音？任何危险都不怕，无畏的消防车高迪来了。我刚才听到有人喊着火，还闻到了烟味。别担心高迪，麻烦已经被我解决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可是快走吧快走吧。好吧。不好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高迪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森林发生火灾，我需要超级汽车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火大火大火正在燃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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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森林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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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快救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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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速向前，拉响警报，开雷达来寻找，第五第五，灭火灭火，大水泡砰砰砰，哇哦，他们到底在哪？我好像看到他们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都怪麦嘟嘟，他想吃烧烤，你们也吃了。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，快跟我们出去。浓烟浓烟浓烟，到处蔓延，迷路迷路迷路，失去方向，大树大树大树，不断倒下，救援救援救援，需要救援，张开翅膀来到你的身旁，我来帮忙，开启雷达找到正确方向，我来带路，抬起水泡一边走一边喷，大火灭了
对不起，给你们惹了这么多麻烦。幸好及时控制了火势，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。以后绝对不可以玩火了。嗯，我们知道了，对不起。超级快递，太无聊了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嗯，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找到了。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看到了，它正在送快递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。谢谢你啊，斑斑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。什么？白老虎，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！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货车斑斑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炮出租车米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快递员送货快又准，走过这条街，穿过大森林，翻过这座山，马上就到达。好像掉了这个，没关系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送货快又准，农场和果园快递送达，下一站是那目标游乐园。哎呦，这不是我的。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农场的快递。Jesus.
里，天黑之前都送达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啊，好呀！泡泡灾难。我的洗车店开业了，今天洗车免费。哇，免费！到了，快来排队吧。嘿嘿。啊？大家在这干什么？听说是免费洗车。哇，这么好的事，我可不能错过。啊？喂，你们刮花了我的油漆。对不起。啊，你们小心点，差点撞到我的宝宝。啊，对不起。喂，老兄，你是不是插队了？你可别乱说，好好排队，别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滴滴滴滴滴。今天排队的汽车真多。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家别吵了，快停下来。哦，妮娜，你快看，糟糕，我忘记把清洗剂拿下来了。快跑，快跑。救命啊。哎呀，现在可怎么办？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洗车店产生了大量的泡泡，已经开始淹没街道了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破防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快消失，发射水炮弹，用力用力冲冲冲，街道畅通了，前进。汽车汽车在哪里？被大马淹没。行人行人在哪里？正在跑。我们分头行动吧。好的，伸出伸出我的大铲子，对着泡泡挖呀挖，挖呀挖呀，挖出挖出两个小汽车，一辆公交车。哇，弹弹弹弹我的大车轮，跳进泡泡里，哟吼！大家大家快快抓紧我，向上跳呀跳，跳呀！你们看，房顶上、树上、花园里，还有好多好多泡泡呀！大家都来帮忙，让泡泡消失吧！泡泡泡泡快消失，用水冲一冲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轮子踩一踩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挥挥大尺子。泡泡泡泡消失啦，到处亮晶晶。小心了，真是抱歉，给大家惹麻烦了。
没关系，妮娜。对了，今天还有免费的洗车活动吗？当然有，不过要好好排队哟。